没关系，越挫越勇，一定有适合你的哦。没事没事。他选择他是因为他们在同一个城市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张兆涵，今年23岁。有请三号。从你一出场呢，我就对你有种心动的感觉，希望男嘉宾可以照顾我。你喜欢的也是我喜欢的，你热爱的也是我同样热爱的。不好意思。淘汰短裙的一个。淘汰三号。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。我的决定是5号。来，静姐。哎呀，我真没想到，可是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性是他们在同一个城市里可能会更方便一些。我也想跟所有勇敢愿意去尝试去表白自己爱的女生说，就是越挫越勇，等到的那个一定是最了解你的那个人。畅畅加油，加油，畅畅加油，真的加油。